设计要落地，细节靠工艺。上次介绍了重型吊马，这次把它的安装细节和它的应用分享出来。首先，配件要在侧板上固定。重型吊马的受力在侧板和墙壁上，共有6颗螺丝。其次，背板上要留有缺口，顶部要留有孔位做面板。再次用水平仪测好标高，随后调好位置，最后锁定螺丝，的确非常简单的就完成了安装，大大的提升了效率，使用起来既美观又不占用柜内的空间。喜欢的伙伴要注意，柜子离地不能低于27公分，这个尺寸会同时照顾到小朋友不会碰到头，坐上去柜体能够承重，不会掉下来，而且也方便扫地机器人的打扫。你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？香不香？